啊，见落喺梅头先，即系大运记者嚟。啊，一出席啊，一下冰城老比赛差几条，然后我就想着安哥的功劳啊，一老的老。从小以前他整天来的、啊、小妹妹吵到大姐啊，大姐不是安迪啊，大姐安迪了啦，现在啊，大姐不知道安迪就差几条一门爸爸啊，对爸爸个无记录无做了，我落去先无安只，我无影出来啊。嗯，你是还没做心脏？哦，在四川呐。一个负责放料，他的蛋是烘熟哦。现在我们炒的这个是鸭蛋，红人的。有的人要干，有的人要姐，看你那个下路也蛮好一哈。阿伯，路过条岸了一半啦，差半一半啦，两半就好了。我别提讲，我都爱去包围了。好。郎姐呀。几点啊？六边啊，李姐姐哦。帮他，嗯，姐姐啊。伊唔知蹲遐未，我甲写地址来。补片你知道吗？它的补片是放螃蟹肉，哎，螃蟹肉个有哦。啊。忙变了，你变的还咧，咧古玩的就了了。对呀。螃蟹肉。蟹哇。我们那边也有买很多水，香蕉水，什么水都有，西瓜，还有放那个腊肠，哎、啊，有啊，都有腊肠啊，无咸的嘛哦，啊，因为那个西咸嘛、啊，小粒，然后放价放得很厉害，所以说。对呀、啊。不好吃，跟我讲哈。啊，只看你夹好拿来扛盘，我甲伊讲几只。够够够，
七米多了，我该揣一百了啊。也塞。然后瑞叉饼啊，他的炒饭也很出名的，他炒饭放辣椒和那个猪油在炒。爱。爱拜油婆，哈密门爱。你需要先拍照吗？哪一个地方拍照先？